Yo. Cool. 谁呀？我。你会不会那什么？你会不会那个叠毛巾？当然会叠毛巾。就把毛巾叠成很可爱的那种。当然不会。妹妹，跟我一起试一下。在哪里啊？我们先搜一下。这不是为什么叠毛巾啊？给客人吗？对，给他们一个惊喜嘛。那你们这里不是越来越多客人了吗？那我们这里不是生意失败了吗？那不是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固定客人，他也不会跑到你们那儿去。哎，好像不是很难啊。你要不要跟我们来骑车？去哪儿骑？去社区市场。好呀，你跟谁啊？我跟信哥。谁？信哥，跳高的。他不叫齐哥吗？是吧？啊，他是他，对不起。我想去骑自行车跟你们。哎，我们四个人。行啊，我们收拾一下装备呗。哎呦喂，这里凉快啊！哇，这一瞬间，哎，真凉快！哇，我就是这个口很凉快，哇，太凉快了。Hello， 雅丽姐。Hello， 你们今天的计划是什么？就骑车。对啊。骑到哪里？骑到下面买一只鸡回来。买只鸡回来不是我咱说好了吗？太棒了。没人跟你说好，这都是你自己说的。没有啊。这都是你自己说的。不感谢我大齐，我问一下你们的行程。我说，我们不是买一只鸡回来吗？你自己去加油，我看好你。我们收拾一下装备呗。姐，你这里面装了什么了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纸啊，包里的纸。这擦汗也是？这什么？对啊，这给你擦汗用的呀。这也是啊。你看我给他化的妆，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他给我化的，嘉尔让我把你化成熊猫。哎，我有礼物送给你。什么礼物？我刚才找的。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你不是说你没有眉毛吗？可以。我感觉他完全是往我眼睛上压，我特别特别不信任他。小李啊，我肯定能画得好，我画的肯定对。啊，我画得好好。我画的很好，哇，马上深邃了眼睛。哎，我画，哎，真的。走啊，走走走走走，走。哎，好浪漫的，前面。哇。